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事。董事长袂亏待我，我是想讲吼，为着要开一间子公司，都爱搁去外口另外搁租办公室。这你唔免烦恼啦，天下企业的大楼内面有真侪无用到的办公室，我会叫人替你安排。董事长是要叫我去天下企业上班？你唔肯啊？哦，唔是啦，我是咧顾虑所长的伊。我讲过，你直接对我负责，关人管理袂到。虽然讲天下企业是阮杨家的产业，不过最近厝内有一挂代志，较无伫个公司行啦。啊，有时阵公司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所长若是无甲我讲，我嘛毋知影。所以我希望有一个家己的人会当替我顺头看袂。董事长这么器重我，照道理讲，我不应该提示。要唔过开公司，这是大代志，请董事长给我淡薄仔时间考虑清楚，再给董事长报告。较唔免讲，若是做无好，就辜负着董事长对我的希望。压力无需要很大，你有能力，我需要人才，大家互相看心。对啦，啊，听讲迄个江文官已经出唱片啊。啊，厝内出一个红歌星，啊，你妈妈一定真欢喜哦。咱真久无联络啊。伊出唱片之前，都搬离开厝的。是好是歹，甲阮拢无关系。董事长，你若雄雄去问着伊，无啊，凊彩问一下尔。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要先来走啊。好，祥喜啊，开公司的代志你回去了后详细考虑一下。为销售员到总经理，有真侪人拼一世人，拢无遐尼好的机会。多谢董事长，我考虑清楚了后，会甲董事长报告。唔免报告，你若想通，直接提计划书来找我讲。祥喜啊，我真欣赏你。也真需要你，希望你莫有烦恼。是，我先来走。董事长顺行。这么大张的圣诞树啊！喂，你搬啥？你用钱买的啦！我你假是讲话，哎，我去山顶共偷找的啦！哎，啊，奇怪哦！什么奇怪啊？进前三姐有弟弟的时阵，啊，你唔是用去拜什么祝生娘娘？啊，哪只嘛？对人家过圣诞节啊？你唔知影哦，人迄钱嘛吼是盖流行啊，盖时髦了哈！啊，哥再讲啊，人讲吼。有拜有保庇的，无拜出大事啊，对无？迄外国的神，甲咱台湾的神啊，拢爱甲伊请入来啊，会当吼保庇阮一家伙啊，安拢赞的啦，吼！啊，像讲迄，咱台湾的神是拢讲阿弥陀佛，哎，迄外国的神拢嘛讲阿
们啊，差两字啊，要差偌济啊，对无？哈，但阮弟弟吼，即摆吼，伊今仔来吼做者新兵来甲阮保平哈，爱互阮弟弟吼做一个纪念啊，哎，爱互伊会记得讲吼，圣诞节哦，上好耍啊，囡仔着上爱圣诞节吼，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，行嘛，你嘛帮帮忙，这弟弟佫遮尔啊细汉，伊啥物拢毋捌，你要替伊过圣诞节？阿姨也唔知过一个气氛啊，你。哎，拜托哎，哎，无得看阮弟弟吼是天才儿童了。嘿，伊看到圣诞树就讲哦，阿妈你足牛的哦，甲圣诞树用甲足水的，我足爱的吼，对不？对对，无得看弟弟真先头一句也讲话，就是 Merry Christmas。我听你咧讲咧，啥话啊？买你开你数码事哦，唔是啦，人阮弟弟哦，会讲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讲哦。阿妈，你这水的来，阿弟弟跟阿妈真侪，嗯，哈，不是讲阿姑你好帅哦，想太多啊，对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哎，弟弟，哎，不客气，啊，今仔周末你不是拢在厝里打电动？哎呀，伫厝的吼，爸公妈拢讲我是宅男，大刚被你房间上网，因就个网络线拔掉，叫我出来行行嘞，对啦，我来讲啊，啊一天到暗吼，咱困在厝里用电脑，安尼唔通啦。你也是吼，啊，今仔日吼就来阮家吼吃迄鸡蛋大餐啦。当吼耶稣咧讲的啊，神爱世人，但阮家吼绝对袂吼拒绝你这个吼寂寞宅男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行，我当然多谢你哦。对对对，看啊，谢多谢，也多感谢哦。你免客气哈，稍等你吼。门哦，这个绝！来来来，三姐，弟弟我抱起来吧。哎呀，来来来，阿姑抱起来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哎，姐姐哈。哎呀，弟弟，你赶紧大汉哦，安尼阿姑都想带你去爬咩？好不？啊，你是在学白公啥？嗯。哎，爸妈讲哦，你伫咧厝里上网，拢是甲一挂网友咧开讲哦。是啊，以前吼拢是女网友，安怎？我红尘真好吼。啊娘喂啊，咁真正是纯聊天。啊无咧。哎呦，你莫假啦，他即卖吼都嘛流行讲迄个网络一夜情呐，啊，佮有迄种的甚物货啊，甚物视讯黑。作秀，对吧？哎，你唔通安尼学白来哦，学白久了，哎，代志大条呢。龙哥，你是唔通学白来呢？哎呦，拜托，我无遐尼变态啊不？我上网聊天都是跟遐女网友吼聊天打屁讲心事，就安尼尔。啊，讲心事哦？嗯。可怜，敢会无熟识人要讲啥物心事啦？我都无咧信呢，啊，拢伫遐咧打屁哦，真正打屁啦，啊，煞不如学白讲一大堆较可怜啦。嗯，哎，来来来，我妈妈抱。哎呀，真嘛，网络世界内面吼，就是因为大家拢无熟悉对方，也无看过相片，所以咱的心内吼都无压力，才法度把咱的心事讲出来啊。啊，你讲的迄哦，我听无啦，我干那知影啦吼。啊，查甫啊查某吼，干那会晓咧坐咧电脑头前吼，是永远哦交无对象的啦。哎，文杰，我来讲啦。你也是吼，紧出外口咧行行啊，啊交一个实实在在的女朋友啊，看伊啊交迄个什么海外迄种哦，啊不得不起的啊，一个遐个网友，唔通，嘿。是啊，文哥，我妈讲得真对呢，你即马要来聚会啊，你应该好好思考家己的未来。而且我看你嘛真爱甲囡仔佚佗啊，那呢你就爱紧找一个对象，啊结婚生囝，爸妈唔才会安心。哎呦，拜托的。我都是大刚在厝里吼，爸妈念家呢，哦，实在挡袂牢，我才走出来呢。我结果早恁家咧嘛搞念，哦，我看恁家阮爸妈拢串通好个款哦。嗯，你若是惊人念哦，就较巴结咧。我真巴结咧啊！你无看大刚拢真认真上网交女网友，你无你卡其中一个女网友就是未来太太哦。你也无，迄交一个网友就会当未来的太太，无你卡你家约出来，阿娘话恐龙妹啦。通啦，我来讲哦，上好叫恁爸妈哦，带你去相亲啊，安尼较实在啦，对无？哦。亲，这你就真正无了解啊。甲女网友约会，甲相亲上大的差别，就是你无看过对方，嘛无看过相片，所以你的心内对对方有一种
中大奖的期待，你知无？啊，另外一个好处吼，就是你袂看到对方进奖。你若是甲约见面，你先偷偷避离边啊，看对方成就什么款。这查某囡仔分足五种，上水叫做漂亮，好，再来是可爱，再来是识字，就是捌字的。好，啊，还佫差一挂叫做遵守交通规则，这上差一就叫做爱国。卡叔讲对方啊，是叫做爱国的款，你通赶紧闹跑，啊，你嘛袂感觉歹势。您讲啦，这个相亲比起来是毋是好真济？哦，真正有研究呢。嗯，啊，你讲，啊，起码吼是属于哪一种的？五种都一种诶。这阿斗讲，当然是这五种内面上悬一种，比水更加水，非常水。哎呦，第一名啦！安尼好，好，好，冇紧，冇紧。安尼吼就是爱国啊，捌字啊，遵守交通规则，迄拢卖插伊。对啊。啊，剩咧两种吼，无得靠迄女网友，佫会当交看麦咯。太当然的咯，就是安尼啊。好。我看哦，你还是。三姐，既然吼你们想要过迄平安夜，啊，你用马里上网来，多好我只有客户上好来，年终尾呀，摸彩丢丢，嘿，百货公司礼券啦，啊，我先买哦，可以把公司买空买空什么礼物上好弟弟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啦好啦，哎，啊对啦，啊，弟弟刚欠啥？嗯，弟弟哦，欠一个舅妈啦。吼，你真正有够白目的呢。啊！要送人礼物吼，佫会甲人问讲，嘿，啊，你有欠啥无？嘿，送礼物吼，迄耶诞礼物爱互人一个哦 ，surprise， 你知道吗？好 ，surprise 吼，安尼唔才有生意，对无？哈。好，我即摆我来去试试，去买一个 surprise 转来。surprise 的物件吼。好啦，我先来去啦，哈。拜拜拜拜。坚持坚持啊！先等我哦。好啦好啦。拢已经三十岁啊，那个刚刚才就一个囡仔同款。本来就囡仔啦，我来讲。哎呀，这恁哦，小弟哦，那是吼，要等伊娶某生囝，我看这一阵啊，可能无可能啦。安怎讲？就遐囡仔想着，啊什么？那结婚生囝，咪敢若咧办家家酒啊？迄无可能啦。等伊较成熟一点，可能较有可能。那恁是安怎？敢讲放伊安尼做宅男做一世人？袂啦，就即马咧做宅男吼，无得卡就较成熟了后吼，等你哦，变成讲就算讲伊四十岁啦吼，啊有钱佮有事业，拜托啥物查某囡仔娶袂着啊，黄金单身汉，你放心啦，迄个时阵哦，无得卡安拄拄啊好结婚。人遐济，讲经济歹。要买什么送予弟弟的？弟弟哥虽然细汉，还不算玩具。要买什么好呢？小火车。哎，我拍下来。拍下来，救人！够衰啊！礼物都还袂买，几啊千块礼券都要买去啊！什么才会用代表我的心意，让伊知影我就喜欢伊的。小姐，你的水要啥？我当替你服务咯。哦，我是想要买礼物送给我一个查甫的朋友，这是我头一摆送礼物给伊，我希望这个礼物。会当系 surprise， 小好是伊逐工我应该用着，安尼伊就逐工拢想着我。我是你男朋友吼。
小姐。臭耳人阁反应迟钝，啊，原来这么衰，拄到天兵。神经线这么大条，万一搞如讲，迄李卷是伊的，哎，我唔着加衰。上面登去看哦，我一定洗目尖的。哎，你讲话哪这么无礼貌啊？变态，手机给我。我大概讲我不是你。你唔好话我报警哦。退来。我手机内面敢那有漏鸟照？阮三姐好是漏鸟照，安怎你想要看哟？你等下我摇你看。来呀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你真的很变态哎！你进来看。你要创啥？放手哦！那么我救人哦，救！哦，什么厉害？哦，我唔是咩怪叔叔，嘛是变态狂。我只是想要把李卷摕回来。你的李卷关我什么代志啊？你的李卷聊另外 AR， 你直接跟我讲就好啊。因为，你打电话说你个好意思怪我？喂，够衰了，还拄我天兵。几啊间加盟店哦，卡来讲要补货啊呢。小搞搞的呢，佫还想好用小包装这个方法来促销。哦，起码这小楼拍开哦，我规心肝拢开落来。进前你唔一个员工，是你唔知有好未？拄开始做嘛，拢嘛会淡淡嘛。想袂到呢，你头壳哦，佫这么成功哦，想个办法一比一中啦。以后我就免加零零点的摇摆啊啦。革命，你老实讲哦，这件代志，这个方法，敢真正你家己一个人想出来？唔是我家己想出来，无，敢会是去问神的？无啦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只是感觉吼，有淡薄仔意外啦。啊，较早哦，我无论安怎甲你讲，啊，你头壳都袂晓变巧呢。吼，啊，即摆你小可甲你刺激一下，你随便报出来，我都无影含万嘛。功夫是万底千客啦，无找只垫子尔啦。迪卡吼要出店啦，我要来中央厨房啊，干多一下。等下，莫去啊。这边莫去啊。迪卡若袂豁出去，你是蛮怪我咧。是啦，以后吼像种灶脚的工课，你就放我下骹手人去做就好啊。嘿，你是头家呢，爱有头家人办。以后哦，迄种油通通、达达滴滴的工课吼，你拢莫插啦。那以后我要创啥？你着尽量替我分担我的工课啊。老实讲啦，
啊，进前吼，我咧甲你结气个啦。也毋过吼，即马我既然知影你遮尔有才情吼，我伫遮心中甲你回失嘞。较早有影我较阿爸啦，啊，毋则无你发挥个机会。也毋过你放心啦，即马我会尽量互你发挥，翁来财情报着清明啦。安尼安尼，我真袂怪是呢。诶，我是查某人嘞。 啊，若有一个警告头，我可能有要我考啊。啊，较早着有影，你较袂毋茫的啊。啊，我会惊嘛，所以哦，我所有的代志拢落伫手头啊。也毋过你放心嘛，我即马规心拢放互你去看。好啦，啊，毋过我先甲你讲哦，我是无爱应酬的哦。我知啦，应酬的代志哦，我来处理就好啊。啊，你着店的吼，来来往往，你斗顺顺看看的就好啊啦。 阿爸本来就是安尼啊，不管是事业还是厝内，咱拢爱互相斗相共，安尼感情唔才会好，啊事业唔才会成功，你讲是无？是。安怎？我甲讲唔对哦。较早那也唔是安尼啊。安尼讲安尼啊，啊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只要放互你欢，上班了。 不啦，我是讲吼，你若早安尼，咱就袂常常冤家啊。是啦，啊顶摆哦，看你用拍架安尼，我一个心肝是疼丢丢呢。啊，我伫咧想讲吼，无得较早，我真正做人哦，伤过超过啊，啊毋则拖累着你。你放心啦，以后袂安尼啊啦。啊，等下吼，你工课做煞，去休困一下吼。啊，啊对啦。 你紧敲一通电话吼，去中央厨房，甲伊讲吼，今仔我袂过来，应该做诶代志吼，着赵启刚来啦。对吼，我煞袂记，我即摆来敲电话。嗯。喂，嘿，菜啊，我头家娘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头家无要过啊，啊恁工课啊赵启刚来哦。 对啦对啦，拢甲我改做小包装啦，啊，卡手较慢咧，几啊斤加盟店也赶要补货哦。诶，我甲你讲啊，你是毋通吼想讲无人伫遐顾吼，就凊彩甲我爸母哦。人客若甲我嫌吼，恁年终奖金就寄伫我遮哈。嗯，好，就安尼好，拜拜。 董事长，你好，我是王祥喜啦。安娜，你考虑好啊？董事长，我感觉你的计划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所以计划书我拢已经准备好啊，随时会当给董事长看，请董事长指教。安尼真好啊，无你即马就来阮家。啊，肯定到哦。我是惊所长有看到我无欢喜咧。所长会无伫个啦，你来就对啊。啊，麻烦董事长等一下，我马上到。 你礼物啊，不会半波嘞，恁三姐哦，叫成功吼，你有迄圣诞老人甲你绑架了。啊，我是去互学校教着，到即满我手骨咧疼咧。对啊，你手上创啊？无代志啦，对啦，我拄则吼伫百货公司踅几包，总算也见着啊。即礼物对弟弟来讲吼，保证是实在够好用哦。到底是啥？弟弟用过了后，保证发爽。真正会发爽，是啥物物件摕啦？讲是 surprise 啊，拆开看就知影啊。哎呀，即满吼有 surprise 的礼物，拆出来看。哎妈，啊是。
圣诞节礼物唔是爱圣诞节，伊刚早起醒起来才拍开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要紧，那是外国人的礼数，咱唔免照你行，咱是台湾人了。欢喜安怎就安怎好来。嘿，嘿，啊是咧安怎哈？那个包到遐侪层啊，啊，包到尾啊，哎，那也愈来愈细包啊。我嘛唔知店员那包到遮尼侪层啊，奇怪。哎，小等下，刚未到时阵吼，偷开吼，剩一张圣诞卡片。Merry Christmas, Happy New Year！ 哦，你也甲阮装笑的咩？会啦，我无遐尼无聊啦。来看卖一下。哎呀，弟弟，这是哈舅舅哈要送给我们的那个耶诞礼物哦，看卖一下，看清楚哦。啊，娘回呀！啊，娘这是啥？哎呦，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会这么长？这是什么鬼呀？这是氧气罩还是面具啊？啊，这啥？那样那样，我这哎，这是情趣内裤哎，我够三百的呀！哎，你当作我弟弟是蜡笔小新呐？小杂婆！哎，文杰，你买这种礼物，弟弟敢会想啥？我这，你这什么嘿？哦，我知影。你可能是吼，迄网络看伤济啦，唔只吼买这种的情趣商品吼，我们弟弟，吼你真正有淡薄仔爬袋哦，小刀啊，我看你哦，啊？拜托，我这不会你变态好不？这物件什么东东，我连看都冇看过，你别玩弄我啦！啊，这是你买的礼物，我冤枉你。唔是啊，我买物件明明唔是这啊，啊，我知啊，一定是百货公司人不混唔着去，我买物件啊，甲包别人去啊啦。哦，你买的物件啊，包好放去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你就走去情趣商店来买这個情趣商品来哄弟弟咩？不是啦，我买的弟弟的物件是伫玩具童装部买，唔是伫什么情趣用品店啊。哦，哎，我知影，你伫咧吼，玩具童装店买吼，啊买了后吼，你就去踅迄个情趣商店嘛吼，你想讲吼买一个大箱大箱吼，啊买这了吼想要家己穿哦，啊伫咧视讯和网络，哎，网友在看咩？好恶心啊！那今嘛吼就提转来了吼，红俩包对吧？吼，哎呦，太过啦！哎呦，真正不是啦！我是说，我根本没去过什么情趣用品店。你卖够假啦，吼！你要三十岁啊，你要啊，我行啊来变歹势。哎呦，钱不都来讲，真正不是咩？啊好啦，无要紧啦，买来就买来啊，提来提来啦。哎，无安尼离婚啊？那你今年吼，就送好。建宏啊，青啊，对不吼？哎，无得看吼，我可以当哦抱第二个孙了。妈，你是要白讲啥？我当时我白讲，我搁乌片讲了。哎，那你吼，搁生一个弟弟还是妹妹，就是好阮弟弟啊，每年的元旦礼物啊了。哦，对不？对不？哈。开的啦。哎呀！安娜，迄阵我想，你搁赔吧，我提退回。哎呦，死我真正！哎呦，免提啦，免提啦！哎呦，你歹势啥啦？我也袂甲你笑的，你咧？哎呦，哎，阮家啦，我要紧啦！真正哦，哦，三百二六个呢。Michael， 你敢愿意陪我过这浪漫的圣诞节？虽然这天气足寒的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有你的陪伴，这圣诞节一定足温暖的。好恶心！Michael， 我很喜欢你，你敢愿意跟我交往？不应该，这太直接了，一定要把人吓跑。小薇 ，Michael， 你跟我真重要的代志要跟他讲，什么代志？哇，拍谁 ？Hello。你看唔对啊！你讲啥？
您讲呢，我做无用。我是想，你想啥？你唔紧讲。我还未想到要讲啥。还未想到，遐难呢，就等你想到，即摆拍电话甲我讲。拜拜。哎 ，Michael， 我是想要甲你过圣诞节啦，唔知你有闲无？你安尼讲，敢算是咧约会？你讲算就算啦。小薇，你要甲我约会，我是足欢喜啦。伊也毋过，不要紧啦。圣诞节你也无闲，那安尼，那就跨年啦。跨年哦。跨年我嘛已经约好了。阿伯，咱约除夕夜。除夕夜。除夕夜大概不是拢登去围炉。对。情人节。情人节哦，我嘛已经跟人约好要食饭了。小薇，歹势啦，你若是要跟我食饭吼，可能爱等到明年后半年去了哦。你也免跟我歹势啦。那安尼，咱就另外去约了。拜拜。Michael， 等你啊。Merry Christmas， 老姐，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咱这边我暂时要来走。你敢唔先拆开看卖？好啊。其实吼，我嘛唔知要买啥物送你啦，啊，不过我相信这个礼物一定就是合你。安娜，你无介意哦？你有送这类物件，是咧笑我阿伯长脸是吗？啊，那是哪一嘴啦？这不是我买 ，Michael， 我买送你的不是这個，这应该是百货公司送的赠品啦。要哪无？你是要送我什么？我买的是。好啊，你也别搁解释啊！你这么丧气和我。根本就是你骂我讲我是口腔期的幼稚男。Michael， 你听我讲啦，我买上你的礼物是尊贵小姐推荐的哦，伊讲只要是成熟有男人味的男人都会很喜欢呢，而且他的礼物伊买了就好个呢。Michael， 你听我解释啦。Michael， 你等下啦 ，Michael。小姐你好，我要退货。好，先生，请问您的商品是？我要退货。起立。小姐，请问您的商品是在哪一个专柜购买的？哦，我是在二楼。等，什么行来？你也是不是退回去你拜托好不好？这位小姐是新交的工位哦。屁啦，明明都是新问我好不好？变态狂。你的嘴真的很脏哎！我变态狂，你这自恋狂嘞，又是大家都想要偷拍你，等你只有变酷妹。你讲啥？小姐，我要退货。小姐，我赶着跟我男朋友去吃夜蛋挞，钱先帮我退货。你是催眠啊？你不混着说行来吗？谁管你啊？小姐，我的东西啊，实在我就偷偷不买不买。蛋蛋，你讲你物件。是倒位啊？好。哇，你我物件伫你遐哦。哦，我知啊，你就是小偷，拢是你啊，害我叫我生一个笑。什么人是小偷啊？你才小偷嘞！人偷拍，搁偷摕我的物件。放屁啦！你偷摕我的礼券，搁偷摕我的礼物，搁打我的手，你才小偷。你这变态狂，卖软美人啊！我变态狂，好啊！来，干什么？你不会是被物件？大象！干什么？是不是干什么？你们评评理，你看啊，现在真在变态啊！我买奶口，跟我的男朋友袂用啊！啊你耶，你不是讲你的手机内底有露鸟照片吗？我露鸟是够安怎？就算我是露鸟侠，嘿，我嘛无买这种大象的内裤。
弟，阿弟，你别想。啊，你看，你买奶嘴，一个查甫人竟然走来百货公司买奶嘴，是安怎？还要等你呢？哈，还是其他的用途啊？哎，你别乱讲哦。干妹的麦克人讲，一个肌肉男啊，居然还在吸奶嘴。我看呐、啊，你根本是还在口腔期的幼稚男、啊，回去抱妈妈吧。哦，这两个衰人，你搞给你。谁怕谁啊？变态！那既然是拿错的话，请问两位还需要退货吗？这两个碰过的东西，我当然要退货啊。小姐，这是发票，我退货。退货。不好意思，那我这边帮你们办退货手续，请稍等一下。想叫你看看对啊，我以服务才对到家来。哎、欸，你到底喜欢上啥？下面对一只大变态啊！出口底家，我等你马家家。我冤家哦，今日是圣诞节哦，爱相亲相爱。来，我请你吃糖啊。我生气的，免客气啊，加提一寡免客气吼。吃圣诞老人送的糖啊，让你这对男女朋友相亲相爱，甜甜蜜蜜。像该是情侣啊，像你这样会大象内裤的纯自嗨鱼干你哦，妈掉了带水啦！我拄着你这大变态，我这导弹没了。我现在变态男还要告白失败啊！今年圣诞节，搁爱一个人伫找人家泡面啦。江爷，你敢捌开过公司？啊，除了这边这法拍位公司以外，还阁唔捌呢。啊，不过我看你这个计划书写得真详细。多谢董事长学了。之前我甲你讲销售公司的想法，好过今日唔肯接受。董事长提拔我，啊，给我机会，我哪有可能唔接受啦？我是听董事长讲，这是天下企业的子公司，我是又搁欢喜又搁烦恼啦。啊，所以哦，请教足侪专家，啊，甲相关的资料，啊，写好这个企划资料，再来甲董事长报告。啊，这几天哦，董事长等，歹势。不会啊，你用心，我放心。看起来我无寻到啦。多谢董事长。啊，歹势啊。董事长，你不用。太衰啦！囡仔一困起哦，看无着人哦，伊就会哭啦。来，妮妮，厝里有人客，这是叔叔，来跟叔叔说，叔叔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董事长，啊，乖乖乖。这个囡仔我捌看呢。你捌看过玲玲？啊，就前几工哦，我去百货公司哦，有看到董事长哦，啊，杀伊，敢若是去买物件的款呢。对啦，就是伊啦，来坐啦，来。玲玲坐，来，玲玲坐这边玩。董事长，啊后来我甲苏总的吼，无意中提起这件代志啦。啊苏总讲董事长真爱囡仔啦，啊这是恁朋友的囡仔，你共借来耍的。哇。哦。可能宽容，无想要让人知影玲玲的代志啦。啊这也无啥啦，其实玲玲是我甲宽容未必姑娘拢转来的囡仔。哦。因为我家己无法度生囝，我甲苏总会参详，所以决定要领养囡仔。可能哦，是苏总的已经刺激我，所以较无爱予人知影。哦，歹势啦，董事长，阿叔甲你提起着囡仔的代志。袂要紧啦，我会甲伊讲，就表示我袂感觉家己话。哈，是是是，董事长。你甲这个囡仔一定足有缘的咧，啊，无哪有可能讲为美国这么远的所在，啊，甲某当个领养？
是啊，玲玲的亲生爸母哦，伊无法度请养伊，所以才会互人领养嘛。啊，我嘛想讲离较远的嘛好啦，啊，以后囡仔甲伊的亲生爸母较无见面的机会，嘛较袂造成无必要的困扰。啊，你讲嘛是有影啦。董事长，你甲所长一定足介意这个囡仔吼。迄是当然的啦，所长会逐天下班哦，都甲玲玲耍袂煞。有时阵哦，连透早哦，拢甲玲玲耍，甲毋知影通要去上班嘞。董事长嘛，我也是足欣喜，讲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翁婿，一个这么幸福、这美满的家庭。多谢。董事长，啊，来甲你叫叫吼。阿世龙跟他讲这个囡仔的代志，袂记问你讲，伊这个房屋销售公司，唔知你的意见啥款？都叫你的计划书去证明。来生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。